大锅饭，然后还有我们的菜是另外啊。那我先请市长跟大家说一句话。我想今天是一个真的蛮难得的日子哦。我从小在基隆出生长大，而且我当兵也是在基隆，我是在这个以前在海防海巡单位，在天管部。这个营区虽然我家就在那个法院旁边，在东兴路口，可是这个营区真的我也从来没有进来过。虽然当了市长之后，因为鬼昌里不在基隆市政府闹军的范围里面，所以真的很抱歉，这个三杰还有闹军都没有到这个鬼昌里营区来啊。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进到这个营区，那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马防部啊、参谋长，还有我们处长啊、还有我们主任啊、的一个协助跟这个帮忙，所以我们今天大基隆历史场景的这个计划，那我们要重现鬼昌里跟马祖的这一段的情缘跟历史的一个记忆，才得以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实现。这边再次感谢国防部还有法防部的一个协助跟支持。那第二个呢，我要谢谢蔡适应立委，蔡适应立委因为他也在这个我们国防外交委员会所以这个案子当然也蔡立委也全力的一个帮忙跟支持才办法来成型。那另外最后就是要感谢今天来参与的所有曾经在马祖服役当兵的所有我们的所有士兵朋友，还有所有的弟兄，那今天重返鬼昌里来重温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忆那这边最后也非常的谢谢大家的一个帮忙那刚刚局长有讲，听说这个船没有开这正应验的我们当初在讲那个，可能在鬼昌里有时候过去要一待三天、待五天、待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听说也有，因为船就是没有开。那这个还好，因为这个是还在台湾本岛，还在基隆。那如果是从马祖放假要回台湾，那就真的要哭了因为那个好不容易轮到的那个排休到的假可以回台湾，就跑单了那我想这都是当兵很难忘的一个回忆。那这边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那今天我们到鬼昌里，明天我们就要重返马祖，然后在一些营区来做一些巡礼跟回忆。那我们今天这个最重要的，我们是一种尝试一种尝试，我们希望能够明天其实就像彩线团一样我们希望把这条路线未来可以把它串接起来我们做一种示范的一种模式未来可以跟连江县政府还有跟马防部这边来进一步的一个来合作，因为毕竟过去有太多太多的年轻人在前线来服役这个有十几万的所以未来这也是基隆跟马祖有一个观光廊带的一个串接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透过今年的一个产线还有示范的一个方式未来的进步来扩大伙伴再一次感谢马防部，也感谢各位的一个莅临跟参与，谢谢。最主要的，我们在场所有的马祖老兵，大家晚安，大家好。你们这些会不会再去马祖？也会吗？不会，都留在这里就好了，是不是？